那台湾其实目前观察到呢，大概也只有 0.03， 其实相当的低。其实大家真的不需要说哦，非常非常的恐慌。资讯不足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都会无端的起哄，然后去抹黑事实。那另外一个就是，无论是不是轻症或者是有症状，那都去挤这个医院的急诊，其实真的不需要。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让我们的医疗量能呢可以真正发挥它的这个效用，然后不要当这个社会的巨婴。台湾确诊数再创新高，这波疫情似乎还没达到最高点，也让许多民众人相当紧张。毒学专家张明威提醒大家，在和病毒共存的时代，生活中有几点要特别注意。如同我们上个礼拜的观察，如果我们没有维持在65000的这个高原期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礼拜就可能会突破，而且甚至可能会往上冲。那当然这不是我们所乐见的，但是其实大家也真的不需要这么的担忧，因为其实我们观察到这个中重症还有死亡率的这个问题，因为像比如说流感的死亡率，那至少也有 1-2%，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可能会有2个人死亡。但是呢，这个 Omicron 的这个死亡率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国家包括香港，它的死亡率呢是大概 0.75%， 纽西兰更低 0.08%， 那新加坡 0.05， 那台湾其实目前观察到呢大概也只有 0.03， 其实相当的低。其实大家真的不需要说哦，非常非常的恐慌，看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有一些谣言说哪些药物特别的好，然后就马上去蜂拥而至的去采购去抢。那其实在台湾呢，其实有几点是蛮匪夷所思的，像比如说像资讯不足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都会无端的起哄，然后去抹黑事实。那还有就是呢去抢快筛，但实际上呢并不是真的用得到，很多人都是为了要囤货，但是实际上快筛它是有这个有效期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无论是不是轻症或者是有症状，那都去挤这个医院的急诊，其实真的不需要，因为急诊真的是留给这个中重症的人去，而不是说我们只要染了有阳性然后就一定要去。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机会呢留给中重症，然后自己可以我们到一般的诊所去就医，或者真的待在家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绝对不要自己吓自己，因为真的很多人非常的焦虑，然后躲在家里都不出门。那当然因为我们开始要习惯共存这件事情，所以勤洗手，然后携带酒精，然后回家就是把这个衣物把它给更换掉，其实基本上来说都是我们生活必须要做到而且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行为。所以千万不要抱怨，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让我们的医疗量能呢可以真正发挥它的这个效用，然后不要当这个社会的巨婴。所以基本上来说，这是我们期望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